想认识你，但是我们没有交集，该怎么拉近关系？想办法要靠近你，却又怕一切太莫名，这一切都太诡异。于是我偷偷的关注你，知道你的秘密，试着拉近我们的距离，甚至找到了你的 Instagram， 但还是没有任何头绪。关于你，在教室里找空座椅。等等，马上就要上课，意外地发现你后，身后的位置是空的。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可以认识你一点点？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意外，能装进你的世界？是不是在发疯？我跟他说没有什么，就只是要用功，其实都是一个借口。期待你回头会发现我，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可以认识你一点点？可不可以给我时间？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，我想认识你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可以认识你一点点？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意外，能装进你的世界？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，我想认识你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？ Yeah, yeah.